顺势的时候呢，也是扣步回身，啊，这个掰步翻掌，然后呢是又进又穿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是，扣步翻身劈打，啊，回身反打，就回身，这是扣步，这扣步，这回身，这掰步，这个手从这儿从肘向翻过来往前打，啊，往前打，就是手背往下摔。然后呢，上步盖右盖，上步右盖，就在这儿，这盖从这儿出去，上步右盖，左踢左拍，这个踢拍，啊，我再重复一下啊。穿掌完之后，就是回身翻打，先扣步往回看，回身掰步这儿打翻打，然后呢，上步右盖右盖，这是又踢又拍，这个踢是直接往上踢，啊，练的时候可以练高一点，练高一点。实际上用的时候呢，不要那么高了就，不过膝，不过膝就踹，